多久以来没踢球了？两三个月吧。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足球场开放的呀？刚知道。啊。今天开的第一天，差不多两个月吧。以前一直是一个队的嘛，都差不多两个多月没踢了。以前戴着口罩踢过球吗？没有没有，下个星期休息几天再来呗。今天开始，哎，戴口罩，哎，戴口罩，哎，直接在场上盯就行了，哎。但是只能到八点钟，你进七点到九点的要第二点钟来踢。以前是到23点，晚上11点。